好，接下来冷笑话要问到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帅哥。哎，赵哥，我问你哦，怎么样？青蛙吃到什么东西它不会叫？不知道。冬瓜。为什么？因为冬瓜。我有忍住。什么食物最诚实？最诚实。都不会骗人。西瓜。披萨。因为披萨有六片、八片、十片，它没有七片。Jen 跟 John 很喜欢运动，他们最后会变成什么？酱运动？不是，运动健将。好，接下来冷笑话要问到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帅哥。哎，赵哥，我问你哦，怎么样？青蛙吃到什么东西它不会叫？不知道。冬瓜。为什么？因为冬瓜。我有忍住。微风，哟，我问你哦，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叫你的时候，你的名字会变成女人？什么时候？就是你休假的时候，李微风休假，不休假。一心，是，我问你哦，为什么自然卷的人不能当警察？自然卷的人不知道对不对？因为警察都是执法人员。我问你，什么食物最诚实？最诚实都不会骗人。西瓜。披萨。因为披萨有六片、八片、十片，它没有七片。雨欣，我问你哦，牛迁到北极会变成哪一种运动品牌？品牌？对。爱迪达？不是。New Balance， 因为 New Balance。我再问你哦，如果男朋友炒饭，每一次都让女朋友欲仙欲死，猜个店名。店名，店名，对，热炒店，不是，是什么？鼎泰丰。鼎泰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